后远远望过去，像是一只彩色的蝴蝶，还能有喷火的装置。重要呀，伊在个出行也一款嘞，音响、舞台、灯光，本来拢做会啊，所以伊在使用足方便，啊，机动性也很高。变形花车造价不便宜，一台要价上百万，不过一分钱一分货，只要有这一台变形花车，就能省下搭舞台的成本，以及搭舞台一整天的时间。走访改装厂业者正忙着丈量木板，有四款变形花车任人挑选。其中，台版的变形金刚从最早期的电子琴花车演变，省下组装舞台的时间，走到哪就能唱到哪，机动性很高，也难怪越来越多电子花车的业者甘愿花大笔钱改装。东森新闻陈嘉玲、谢宪宗台中报道。为了拓展地方特色，文建会提出的社区